这不会就是书冠所说的反噬吧？书冠，书冠，书冠，是不是反噬开始了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秦玉留在这个世界不仅造成反噬，而且会越来越严重。可是什么？你不会是对秦玉动心了吧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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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好没有，燕一。 你一定要记住一点，作者就是作者，纸片人就是纸片人。秦玉喜欢的是容妃，不是你，依依。你必须赶紧行动，知道？依依啊，我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你太过分了，你！啊？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为什么总是对我嘘寒问暖？为什么总是安慰我、开导我？为什么总是对我那么温柔？我这样算很过分吗？很过分。那我就再过分一点。你离我远一点，岳云明好听见没？为什么？你别逼我放大招啊！大招？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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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退！你怎么了？退！ 一定要和秦玉保持距离。只有白白的牙齿，才配得上你甜甜的笑。如影，每一日朕的关爱都如影随形。你，真肉麻。 别以为这样我就不会把你送回书，那我是个鸡蛋，我收尾。食物是无辜的，要不然我在贪恋，贪恋您的温柔香甜。 皇上，娘娘给您写的情书。哼，双桨浪花平，夹岸青山锁。你自归家，我自归。说者如何过？我断不思量，你莫思量我。将你从前与我心，不与他人可。 皇上，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啊，想让我归家啊，不愿再看到我啊，还想让我跟别人好啊。
你写的是什么意思？有感而发，当真？当真。哎呀，这么高兴啊！是不是上一次约会很顺利啊？当然了，而且秦川还邀请我去他的生日 party。 看来你们发展神速，都发生什么了？要到电话号了，算不算进步？瞧你那家出息！齐川说他的生日会邀请你，我们一起去。啊？哎，你在写诗啊？真是好兴致啊！那你帮我写一首既夸齐川温柔又夸他帅气的诗，让我送给他。 那我一下子不是很与众不同？行，既然是夸赞齐总，那我得用这首诗。我的爱情要因你命名，一靠近你，乱了呼吸，我心里有一点焦虑，怎么逃离高危预期？ 反应里因你而暂停，让我沉迷的氧气，你的味道在用力，你是爱情催化剂，随机清晰每个想你的神情，为你心跳超出频率，为现在升级，你是我的有效解药，需要你治愈，你是感情氧化反应第一个前提。 别远离，别逃避，让我慢慢靠近。I believe I'm my precious baby， 我要靠近你，我要拥抱你 ，Shining on me baby， 和你心贴心，和你在一起。 I'm my precious baby， 不能没有你，不能失去你，我的爱情要以你。 心跳超出频率，为现在升级。你是我的有效解药，需要你治愈。你是感情要反应第一个前提，别藏匿，别远离，别逃避。